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7年11月5号，星期天，农历是9月17。好，那么下个星期二就是观世音菩萨出家日，希望大家缅怀观世音菩萨这个大慈大悲。好，下面我们就开始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李台长，请安。哎呀，你又打进来了，我看见你就颤抖啊！哎呀，我和台长有缘啊，台长。哎呀，有缘啊，有缘啊，万里来相会啊！我几次和台长有缘，台长。哎呀，你好几次啊！多少次？有三次还是四次？我不知啊。台长，要求到哪一层层才可以把灵性变成石头？但是你讲个灵性可以，到天上可以把灵性变成石头啊？你的意思就是说，修到什么程度可以把灵性变成石头，对不对啊？对呀。啊，像你已经可以把灵性变成石头了。我是说可以啊，你不是不变成石头，你可以把灵性变成木头了。什么程度啊，台长？什么程度啊？下辈子你就可以了，下辈子。因为好好修心的人从来没有想过要把灵性变成石头。因为你是不好好修的人才会这么想的，听得懂了吗？明白。哎，台长啊，好像有人讲初一十五不能洗头，有这种说法吗？初一十五不能洗头啊？啊，有这种说法吗？你说什么？就是说初一什么？啊，初一十五啊，有这种说法吗？不能洗头啊，初一十五。你洗过不啦？你初一十五有啊，我没去洗啊。是吧？洗了之后有什么啦？有什么变化啦？好了。没有变化了，好了。就是你们我同学讲他讲初一十五不能洗手。那人家讲的人多的，实际上人家的意思就是说，初一十五我们尽量做的事情都要庄严而已。听不懂啊？但是你要去，你初一十五你去洗洗头、洗洗干净、拜佛，你说菩萨会不会讲不啦？护法神会不会惩罚啦？不会的呀，明白了吗？干净。你只要做了如理如法、干干净净的事情，有什么不可以啦？明白吗？明白。刘总，台长帮我开示几句。开示几句。第一，不要去把鬼变成石头。第二，人要正常生活，就是脑子不要乱想的人，才能获得一个正常的生活。听得懂不啦？听懂，听懂。好了，好了。啊，感恩台长。那个下个星期二呢，就是观世音菩萨的那个出家日了。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出家呢是一个很高尚的事情。出家人为什么受到别人的尊敬？为什么出家人一出家，人家就说他称他为师父啊？因为他的境界提高了，他已经超越人类的思维啊，他已经放下了，所以才被人家所称赞称颂。所以呢，观世音菩萨的出家日呢，就是我们大家所称颂的日子，所以要感恩缅怀。实际上出家呢，就是对自己更高的要求，严于律己啊，让自己呢不要堕落啊，不要在人间五欲六尘当中呢沉迷不醒啊，就是这样啊。所以一个人真正的能够学佛的人，要懂得
啊，人总是往上学的，总是往上在进步的。啊，人家说，啊，这个，一个人往上走啊比较困难，往下走比较容易，得走下坡路比较容易。喂。他们家开印刷厂的，还是开纺织厂的？哎，师傅好，师傅稍等，师傅稍等。我说喂，我说你家开印刷厂的，给个挂。我开始以为你穿着拖鞋奔过来呢，后来想怎么有这么有规律的。啊，不好意思，师傅。嗯，师傅，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示一下师傅。嗯，有的同修啊，在生活中会遇到看似浪费时间的事情，比如在有时在努力做一件事情，结果最后发现都是白费劲儿。请问师傅，这种所谓的浪费时间，是否也是因缘导致？是何种因缘呢？师傅，我告诉你，浪费时间没有什么所谓不所谓的。浪费时间就叫浪费时间，浪费时间的人就在浪费生命。你想想看，一个人一辈子浪费了多少时间？没了，过去的一天就没有了，对不对啊？啊，真的很可惜啊，很可怜的。所以人有时候啊，人有时候真的在不珍惜自己生命当中，慢慢的消耗和挥霍着自己的生命，让自己生命慢慢的流逝。啊，对不对啊？对，就是这样。那师傅，您看，有师傅只要是为了学佛弘法，虽然有时看似浪费时间，但是只要过程中你用心了，也是有功德。虽然那个结果不咋地，但是只是功德小而已，是这样吗？师傅这样理解？嗯，是这样的。你只要学佛做功德，你就不浪费时间了。这就很简单，就像你读书的人，你怎么可以说他浪费时间？读书的人们，他毕业之后嘛，他有成果了呀。那我们学佛的人，在学习当中不就是读书吗？一样的吗？嗯，那比如他做一个事情，就做一个功德，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他用心尽心做了，这样果是没有成功，但是他用心的过程也是在做功德嘛？是不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嘛，最简单了。一个人在拼命的读书当中，最后没考上，他用功了不啦？他这个因种下去的时候在用功了啦？用功天上都知道的呀。所以皇天不负苦心人，很多人考两次三次嘛就考出来了呀，就像考驾照一样，有时候一次考不出来的呀，驾照驾驶证。是的、啊，我的驾照就没考出来，啊，考了好几次，对不对呀？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请问师傅，佛台上的水杯如果有莲花或者其他图案好吗？师傅这个问题。佛台上的水杯啊？啊，对呀。有莲花嘛，有嘛就有了，最好嘛干净一点。啊，因为莲花形状不同，莲花颜色不同，啊，的确也会呈现出不同的天界。啊，呈现出各种不同的修心，所以你这种人家们都是随随便便在这种杯子上刻一朵莲花，那你请回家你也不知道咋事发生了，对不对啊？那种黄色的莲花可以吗？因为我看到大多同学家的莲花都是那一个就是水杯啊，或者是香炉啊，都是那种黄颜色的，那种可以吗？没什么不好。反正呢都可以，莲花是没问题的，不要刻经文，不要刻菩萨像就可以了。那摆放的时候有什么注意吗？这个莲花必须摆正，不要这样，我们正中看着，不要当斜着或者是歪着，是这样吗？师傅？是啊，那肯定的。哦。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你放莲花杯子的时候，你都歪的斜的，你家里气场就不好啊，歪斜你就邪气进生啊。所以很多人把菩萨像没放正，都有邪气进来的。你不放着正的话，你把菩萨像没有放正的话，那些就我们说灵魔就上来了。
明白了吗？哦，说师傅，这个问题这么重要，是就是菩萨像放的不正那些是、啊、我告诉你，过去不正菩萨过去一个庙里菩萨像没放正、嗯，菩萨都不去，后来这个庙香火就没有，没人去磕头，因为拜了之后反而回到家就倒霉了。你说那个谁去？哦、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所以我告诉你，人，我举个简单例子，如果你天天衣冠不整，穿那个烂烂塌塌的衣服穿的不整、嗯，你说谁跟你交朋友啊？你告诉我呀、啊。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师傅，你像有的地方，它虽然庙不大，但是它的香火特别旺，它就是菩萨就在常在，是这样的。对呀、啊，师傅，菩萨在他的。在他的附近或者到注入他的那个慈像当中都可以的呀，注入宝像当中都可以的，哦、嗯。明白了，明白了。好、哦，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这个法力和佛力有什么样的区别吗？佛力和法力。佛力和法力是吧？嗯。哎，对。那你说法力大还是佛力大了？佛力大。好了。你要问我，我要问你了，你就知道了。佛力那是无边无际的，对不对啊？法力，对对对对对。那法力那是什么？那就化成了一定的能量，能量场和气场，它所产生的这种能量场，虽然超越了人间，嗯、超越一些自然、嗯，但是并不是能够超越菩萨的法、嗯、菩萨的佛力的。开玩笑了。哦。两种概念。那师傅，有佛力才有法力，是这样吧？不一定的，你个魔也有法力的，啊，只是他这个是魔法，魔的法力。魔法。啊，你要不能说为他是佛法的，对不对啊？对对对对对对对。魔有法力，很厉害的。有。你看希特勒这个恶魔的话，你看他照样侵略全世界这么多国家，对不对啊？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您不是在那个是人家有个同学说您在联谊会上说重阳节搬家要中午12点以后，请问师傅这是什么原因呢？师傅，重阳节搬家12点以后，嗯，有节气，早上一般的菩萨来在家里，嗯，啊，在家里。他住在你家里，或者他看到你家里，你不动，那你就平安，菩萨就不会啊。比方说在天界的那些护法神，他不会调查你。你如如不动，他不调查你。你一动了，他就看，哎，这是谁家？这是谁呀？举个简单例子啊，举个简单例子，警察在边上守着的时候，很多人看见警察就乱动了。好了，警察就把他叫下来。你如果不动，警察不会来叫你的。所以很多人开车的人看见警察反而动都不动的，开车嘛就好好开，不要换线。哎，对对。你一换线嘛，他就把你叫下来了。啊，对，对，查查你的驾照是不是用的，对对。对不对啊？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那重阳节中午要中午12点以后，那初一十五或者是六斋日或者是佛菩萨圣诞，同样适用吗？这个问题其实同样适用的，其实凡是菩萨来的大日子，白天要恭敬。举个简单例子、嗯、你把客人请到家里来，你能搬家理东西，你还顾得上客人啦？你不尊敬吧、嗯、至少不尊敬吧，明白了吗？嗯，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明白了，明白了。好、哦，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那有师兄在求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心里很相信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的，但是总是担心因为自己的业障重或者是愿力不够，而让所求之事可能不会成功。请问师傅，应该如何克服这种心态呢？师傅，你说他求的时候什么心态啊？就是相信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但是呢又担心自己业障重或者是愿力不够，让所求之事可能不会成功，又担心。嗯，像如果你相信观世音菩萨，你担心自己业障重，这个没问题。你又相信观世音菩萨，你又怕观世音菩萨帮不了你，那就出问题了。嗯，明白了吗？哦，啊，明白了，明白了。嗯，哦，明白了，明白了。
好的好的，好、啊、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您在10月5号的博客里开示到提到过这一句话，你说菩萨已经是一地菩萨、二地菩萨，菩萨要成为八地菩萨以上，菩萨就能成佛。他想成佛的话，他就要度众生，众生在哪里？在人间啊，天道也有众生，所以菩萨要想成佛，就必须到人道或者天道度人。请问师父，八地菩萨、九地菩萨、十地菩萨是否也是随着度众生的增加而果位提升呢？师父，其实就是境界，讲到底就是境界的提升。他不管度众生也好，他修心也好，他都是一个形式，都是一个概念。实际上你真正的要能够到啊八地菩萨，其实八地菩萨以上基本上就是佛了啦。所以人家说你要修到八地菩萨的话，实际上就是佛了啦。观世音菩萨、十地菩萨呀，所以肯定是大佛了。大佛哦，那八地菩萨就是比十地菩萨的这个佛还少一个，是这样吗？那当然小，就是只是菩萨去不具有分别心。那举个简单例子，你到观音，你到自己的公修组，你一看那几个人在那里，你马上就知道这个修得好，那个修得不好了。那当然人家不会讲的呀，你不会跑到公修组说，哎你好，你修的不是太好，哎你好，哎你修的好，我跟你多握握手，不是这样的呀，明白了吗？啊，其实菩萨都看得出来，在天上都看得出谁修的好谁修的不好，只是菩萨的境界他不会讲呀，啊明白了吗？明白。那师傅，十地菩萨和八地菩萨，那他是因什么原因成为十地菩萨，因什么原因成为八地菩萨，他这个衡量标准是什么呢？师傅，那以后要跟你讲了，我曾经给我的弟子开示讲过一地菩萨、二地菩萨，后来就没讲上去，因为他们的水平实在太差了，听都听不懂。所以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会慢慢的讲的。现在就等于你要问我有什么区别，我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了，中学生和教授有什么区别了？有，文化水平。好了，还要讲不啦？我问你，博士跟教授有区别不啦？有。好了，那我们现在等于最多级别在人间是中学生、高中生。如果你在人间修得好的，那么境界提高得很快，那么你是大学生，但是离博士，对不对啊？离教授还差得远呢，明白了吗？对，啊，明白。师傅，您是荣誉客座教授，那个意大利西安米纳大学的。要好好的修，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你去看，一个孩子培养成功，就是爸爸妈妈有没有教育水平。你去看一个孩子跑出来，人家不会骂孩子，会骂他的爸爸妈妈的。所以很多爸爸妈妈自己根本不知道，以为孩子随随便便可以教育的。孩子出来的一举一动就代表着父母亲的素质啊。对，你知道师傅为什么那个教授家的孩子？对啊，很多老板，对不对啊？人家有时候想跟他爸爸妈妈见面的时候，很多人很会做人呢，先请他孩子出来吃个饭，跟孩子一见面就知道你爸爸喜欢什么，因为孩子身上就 copy 啊 copy 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烙印啊，父母的烙印都在孩子身上的。对，明白了，是的。哎呀，这师傅，这个教，那你说这个教育，哎呀，真的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啊！最大的问题，那学佛的，你看哪一个国家先进不是靠教育啊？对。啊，你看那些整天从小生出来这种中东那些国家打仗，从小打到大的，你说这孩子有什么教育啊？这么小跟他说拿个炸弹绑在身上去炸掉他，他就炸掉他；啊，拿把枪去把他杀了，他就杀了。你说这有教育吗？他没有思维了，就像一个动物一样的了，听得懂了吗？对，听得懂。那师傅，那你说有些佛弟子家的孩子教育，就您开示几句吧，就对他们的孩子的教育。教育嘛，就自己没有水平，怎么教育啊？你自己先要有境界，你咋整啊？你自己都没有水平，你怎么教育孩子啊？开示也没有用啊。那么你自己爸爸妈妈怎么会有水平的呢？
学习啊。怎么学呢？学白话佛法呀。对对对对对，是是是，学经文呀，好好的学呀，学菩萨的为人，那你们的孩子就出来就规规矩矩了。你看看我把你们培养的这么好，你们跑出去跟人家合掌，对人家谦卑，人家怎么会不说你们师父好啊？对对对，那师傅把小孩子从小爸爸妈妈教他学习白话佛法，他岂不是啊、哦？大了之后他有智慧了是吧？很会做人，人家这样就很会做。你看我们电台里啊，一个秘书处的两个孩子，看见台长这么小、嗯、一个很小的双手合掌，卢爷爷好，对不对呀、啊？哦，然后台长看得很开心。你说他没智慧啊？嗯，看上去好像傻傻的，我就跟他说，哎，卢爷爷给你妈妈的那个糖给你带回来了吗？他不会撒谎，没有啊。哎，妈妈怎么没给他糖带回来？然后卢爷爷就觉得奇怪，一直在想，想一想，我又问他，你带糖收到了吗？这小孩子马上头点一点，也没说收到，也没说好像是不知道，反正头点了一点。那个帮妈妈圆场了，妈妈变成、哎、妈妈变成这个就撒谎了，所以帮妈妈圆场。等到卢爷爷不在的时候，他跑到他妈妈这里去问了，妈妈，嗯，卢爷爷叫你给我们的糖，你怎么没有啊？哎呀，这么小的孩子。我就跟你说，这就叫智慧，啊、这叫智慧。但是他是人间智慧，人间。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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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是。哎，师傅太好玩了，害怕卢爷爷训斥他妈妈啊，对呀、啊，他妈妈。他害怕卢爷爷训斥他妈妈嘛？所以这种孩子，你说学佛念经怎么会没有智慧啊？开玩笑了。是的，那师傅，人间的智慧和天上的智慧，那你讲讲天上的智慧吧。天上的智慧是什么样的智慧？天上智慧不犯法就是智慧，一样，跟我们人间守戒就是智慧，对不对啊？对。你看天上很多人掉下来，到踢到打入人间，你看都是因为在天上犯戒呀、啊，一样啊。是啊。意念犯戒嘛，就举个简单例子，意念犯戒就是在天上犯戒，这还不懂啊？哎呀，是是是，对啊，师傅，我们以前看了那个神话剧啊，都是你在天上犯了错误，好，把他打入人间，让他受尽人间的苦难，再修成正果，再等着他再重新修回来。对呀、啊，就是这几句话呀，打入人间，待人间苦难受尽，啊，对不对啊？再收回天界。对对对对，继续啊，这个继续在天界啊这个做什么做什么，就是这样，过去就是这样的。因为你做错事情就打入人间了，受苦的地方啊，对不对啊？因为三界、嗯、三界属于三善道，一界不如一界呀、啊。对对对对，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人家说，那你先说阿修罗道是谁掌管阿修罗道呢？这个问题您这样问吗，师傅？有什么好问的？你去看看不就知道了，书上都有的。有一个掌管阿修罗道的一个很大的什么叫王，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啊，你去看一看，查一查，查得到的。这些可以查的，这没有什么。可以查呀，不是太秘密的。如果查不到的，那就是秘密了。天界的秘密，所以人家说天，人家说啊，天机不可泄露，只要在天上查不到的东西，那就天机了，明白？就叫天机啊、如果你查得到的，由谁掌管，对不对啊？啊，玉皇大帝掌管天界，嗯、对不对啊？对对对，对对对，啊、是的。天啊，比方说忉利天啊，兜率天，像这种每个天，它都划出来，都写出来了，你只要背出来，那是佛学院学的东西。我们学的东西要用智慧来解决人间的问题，那是菩萨的智慧，明白了吗？明白了。举一个简单例子，一个人他是学历史的、他把历史背出来，他就考高分了。那历史是已经发生过已经存在的东西，你把它背出来记住，那有什么心情啊、对不对啊、你要能够解决哲学啊，解哲学那就比较难了。
所以你看没有固定考题的，完全看啊教授啊。所以过去古时候人家说中状元，你写一篇文章没有统一标准的，几个院士说你好，对不对啊？翰林院的院士说这个人好，推荐给皇上，那就是状元了，明白了吗？嗯嗯，明白明白明白，是的是的，嗯，确实是这样。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八地以上的菩萨果位下来救助众生，还会因迷失而不会而回不去吗？越高的嘛，越不会迷失呀。嗯嗯，越高越不会迷失，越小的菩萨们越会迷失呀。明白吗？是啊，嗯，那师傅，那你看你说的这句话，所以菩萨要想成佛，就必须到人道或者是天道度人。那度天道的众生比度人道的众生功德大吗？这个问题。一样。啊。一样。啊，度天道的众生比较难一点，啊，功德相对来讲也是更大，但是要度天道的众生非常难。因为他们享受啊，享福啊，渡人道就相对来讲平，就是比较容易一点的，明白了吗？明白。那师傅怎么样渡天道的众生啊？你到天道去渡众生的时候，你给我们讲讲什么样的情景啊？比方说，我就告诉你，观世音菩萨怎么渡天道的众生。天人在享受的时候，他们一听说观世音菩萨来了，纷纷前去叩拜。纷纷全去啊，对观世音菩萨过去的啊所说的观世音菩萨是菩萨界里啊天界里面最慈悲的，他们都一种有仰慕的心态，他们都会去供养，当然他们的供养不是食物啊，是鲜的鲜花呀，对不对啊？还有那种啊，那种我们说的就是粉末啦。其实这些粉末是什么？你看花为什么会到后来好的花会产生一种粉末？实际上檀香后来不是有这种变成磨成粉的檀香吗？对不对啊？啊，对对对，对对对，啊，就是这样啊。你如果把那个香啊，把那个檀香木啊烧好了之后，火还在的时候，你只要放在那个檀香的粉里边，它照样会慢慢的有檀香味道出来的，明白吗？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他们用那些最高贵的，在天界最高贵的啊这个东西呢，来供养观世音菩萨，然后呢听观世音菩萨说法，他们也是啊这个法喜充满的，但是呢他们一回去之后呢，他们又忘记了，呵呵，又不修了，因为太幸福了。举个简单例子，你叫一个有钱人跑到庙里来磕个头，他来磕头的时候磕头，回去他还是玩呢，吃喝玩乐呀。那师傅，那你穷人，穷人拜过佛、烧过香之后回家是不是念经啊？对呀、啊，对呀、啊。好了，那富人拜过佛、烧过香之后回到家照样玩他自己的了，明白了吗？是啊。那么天界的人就是这样，听过观世音菩萨讲了，还要法喜充满，对不对啊？顿时他们啊更上一层楼，境界大大的提高。啊，顿时境界啊进入这个声闻道，啊境界顿时进入声闻道，就是开悟呀。开悟之后进入声闻道之后，境界进去了，但菩萨一走，时间一长，境界又掉下来了。境界跟人的温度一样，会上升会下降的，你这个不懂啊？如果知道，那你比如他在那个御界天，他开悟了，他直接上到声闻道了，那在声闻，那他不就已经成菩萨了？他还能掉下来？你话没听懂啊？他的境界进入声闻道。哦，明白了，明白了。我问你啊，你在学菩萨的时候，你的境界是不是进入菩萨道啊？啊，是的，是的。那你怎么不是菩萨？是的，明白明白。哦，那师傅，那我在想那个神话剧，那有的你像那些童子啊，都在那个，比如在那个弥勒佛身边，他跟着弥勒佛修；有的在那个大菩萨身边，跟着大菩萨修，那他不就很容易修上，因为他在大菩萨身边，是吧？对呀、啊，这是肯定的，100%的。谁能够在大菩萨身边，谁就能修成，就这么简单。哦，
你在你在教授边上，你就肯定会变成教授助理了，至少。对对对，那师傅，那我比打个比方，比如有的人他超脱不了六道，他说观世音菩萨，他能超脱到天道，观世音菩萨，那你照我走的时候上一个大菩萨身边吧，我跟着大菩萨再好好修，这样不就行了，王师傅？你讲啊，你讲了，你什么都可以讲。你以为讲了就能做到吗？讲了你就你这点功德就做了吗？那对，那师傅在大菩萨身边的那些童子，他是什么样的缘分做了大菩萨身边的童子，在大菩萨身边呢？那么好，多了，多了。我就问你啊，在人间为什么有各种各样的人啦、啊？那么有的人为什么能够跟着教授在他身边啦？那为有什么有的孩子为什么能够在师父身边啦？为什么有的人能够闻到法音啦、啊？为什么有的人到今天还在吃肉，还在杀生啦、啊？是什么原因？你告诉我呀，这还不懂啊？这累世的功德啊，今世的修为，再加上他跟天界的缘分，有的人在天界好多事啦，他们才修的。你想想看，从天界修上去，不就到菩萨身边吗？菩萨身边的童子不就是天界生天界修出来的吗？哦，明白了。哦，是这样。哦。那师傅，那在您身边，是什么缘分能在您身边呢？我至少好几世的缘分呢、啊。哎呀。啊。明白。没有好几世的缘分，怎么可能啊？对不对呀、啊？是啊。很多人很多人学心灵法门能够学到了吗？他跟观世音菩萨好几世的缘分了，好几世不一定他看见观世音菩萨，他就是说，好几世前他就一直拜观音的，他到了末法时期碰到心灵法门，他就会进入心灵法门，这还不懂啊？对，和观世音菩萨的缘分呀，是吧？对、啊。那师傅，你看，你进入那个马来西亚的那个男的，师傅说他肯定和师傅有那种缘分。同学们也说，你看那个男的说话，咱也听，有时候听不太清楚他的声音，对啊、讲也讲不清楚。但是人家就能我跟师傅沟通，人家能打通了，人家就是这个缘分，肯定和师傅的缘分就浅。对呀、啊，他自己都做梦都做到了。他说他曾经是、他说他曾经在天上是我的学生什么的，我想不起来、学生这个可能是最差的学生，说明师傅在天上做老师的时候也没好好教啊。那么教出这种学生出来，所以我现在对你们这些学生才这么严格呢。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那人有三魂六魄，那些小动物的魂魄比较小，甚至也有几魂几魄，不同的动物灵魂的大小也不同。请问师傅，那小动物投成大动物或投成人，那多出来的魂魄去哪儿了呢？师傅。你理念不清啊！哦，师傅纠正一下吧，师傅。你说小动物，你的意思是小动物什么？魂魄？魂魄比较小。就是甚至有几魂几魄。对呀、啊。师傅，这个小动物。对呀、啊。你问题、啊。那小动物它投成大的动物或投成人的时候，它多出来的那些魂魄去哪了？你说小动物能投到人吗？投不到。好了，你说一个苍蝇一个蚊子能投到人们啦？不能。一个鸡要杀300只才能投成一个猪啊。一个猪又要杀100只才能投成一个更大的动物啊。等到一个大动物的话，它灵性就会慢慢的魂魄就会越来越全了。这个时候，一个牛它才能投成一个人呐、啊。是。所以你看，有的人脸长得像羊一样，脸长得像牛一样，还有的人脸长得像狗一样，这种都是大动物了，大灵性，它跟人的灵性非常接近，你才能投成人的。明白。那是不是牛羊老虎狗这样的比较容易投成人，是吧？大灵性很容易投成人。昨天晚上有个科学家研究出来，我不是晚上在联谊会上讲吗？对不对啊？猪有140种啊 DNA 的基因跟人特别像，所以猪跟人的感情特别好。所以你看人，
为什么为什么人像猪一样就喜欢好吃懒做啊？有基因的，有基因相像的，对不对啊？而且猪越脏的地方，对不对啊？他不觉得脏的。你看看有些人脏的地方，他觉得脏吗？嗯，不脏，不脏。好了好了，就这样。所以这个世界，我告诉你。你今天不吃大蒜，你才知道大蒜臭。你今天不做坏事，你才知道做坏事的恶劣。你今天还在做坏事，就像你今天还在吃大蒜，你永远不知道大蒜是臭的，对吧？明白了，明白了，我是这样，明白了。那师傅从十二属相角度，那属猪的岂不是很好啊？猪的全身都是宝。哦，对对对。对不对啊？是啊，实际上猪是什么呢？这个不能说动物跟人来比的，啊，猪是它是畜生道的，只是人家科学家在研究基因学当中说猪有很多的基因跟人很相像，你说说看，谁人家骂人为什么骂？你说哪个动物比喻人最多啊？猪和狗，猪狗不如啊！对了，就是猪和狗呀，很少有人说你怎么像豺一样的，豺狼虎豹人家都不会讲的，只是凶狠的不得了才说你豺狼虎豹呢，对不对啊？对对对对对对，你说你这个人怎么像鱼一样的？没有这样说的，好说人家懒，你像猪，对不对啊？吃的太多像猪，啊，整天不劳动像猪。对不对啊？脑子不动，像猪。你说这猪跟人的基因多像啊！那师傅，那么做人的话，做了什么的业就会投成猪呢？师傅，好吃懒做呀，不帮助别人，从来不知道付出的，就知道自己吃吃睡睡，好了变猪了。那师傅，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姻缘投成甲鱼呢？师傅。甲鱼啊，投甲鱼的很少的，鳖有，投甲鱼很少，鳖就是千年龟啊，千年龟这种，很多过去看到很多书上都写到啊，有的长者在清修，修到晚年了啊，因为他啊没有智慧，最后他修道了，结果他投了一个千年龟，千年龟就是活得长呀。活得长啊，对对对，头可以活一千年的，那是这种千年龟是不是容易修行？容易修行啊，因为它的灵气特别大。我们在人间来讲，你没看见它怎么来的，你就讲它以后能修成，就是人修出，就是人修了修偏了才成千年龟的呀。你看看那些《西游记》里面看见那种动物。妖魔鬼怪全部都是动物，为什么像动物啊？修偏了，不像人了嘛，就像动物了，听不懂啊？但是他又修了，所以他就有魔法了，听不懂啊？明白了，明白了。是这样。好的。师傅，就谢谢您的这个开始。师傅今天的问题问到这儿，感恩师傅，感恩菩萨，师傅再见。好。再见。书不读不懂，话。不讲不明，心不开不悟啊！所以师父跟你们讲，要多跟师父学，多跟名师学。三人之中必有我师，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啊！做人要懂，什么样的人可以教，什么样的人不能教，什么样的人会给你负能量，什么样的人会给你正能量，这都是做人的，为人的。一个人连自己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就相当于你连金木水火土你都不懂啊！你今天怕水的人，你敢去游泳不啦？对不对啊？你今天连这点都不懂，你怎么能够在社会上能够生存呢？你都不知道你的老板需要什么，那么你怎么样能够生存呢？道理是一样。你不知道人家需要工厂里做什么产品，你跑到工厂里去不做这个产品，人家会需要你吗？就这么简单，这个社会，对不对？要懂得这些道理的。喂，你好。
喂。喂，师傅。你好。啊，师傅，对不起，我没有听到。啊，对不起，请师傅原谅。嗯。啊，师傅，我忏悔，我曾经有杀业，杀到一万九，请诸佛菩萨、师傅慈悲原谅。长了几分姿色了，就开始学坏了。我告诉你，长得好看并不是件好事啊！人一长得好看，对不对啊？很多苍蝇就来了，听得懂了吗？我长得不好看，师傅。长得不好看，也用不着这么谦虚的。你的鼻子，你的鼻子不在当中吗？嗯，感恩师傅。师傅，我想有些问题，弟子请您慈悲开示。嗯，我们最近呢，就是有一个县里的佛友，他呢就是非常激动，学到我们心经法门。他家呢就是他准备近期设佛台。发了图片之后看了一下，他就是也是他的家，但是他那个地方他不住，他等于是原来是供的有道家的那样的，然后后面还有观世音菩萨都挺大的。然后他现在学到心灵法门之后，他觉得我们心灵法门特别好，然后他就特别已经度了三个人了。那么他怎么无理有法帮他设佛台呢？他那个都挺大的，而且他那个地方他说是对外的，能公开，就是说别人能去他那拜去。只要是他私人的，就是、只要是他私人的，他都自己可以设啊，设大一点更好看啊，对对，有什么不好啊？庄严佛净土啊，你拜佛啊。对不对呀？这不很好吗？好，拜佛，对对对，国家都支持啊，多好啊，对不对呀？是的，要是每个人都像师父这样学习，好好学佛，好修心，精进努力，为国出力啊，为自己的家庭啊，这个圆融、宽容、包容，一个人要学会圆融的，听不懂啊？对，好了。师傅，就是说，上次师傅开示过，就是这个香炉，可以是深色的。那么原来请的都是白色的，但也不是纯白，就是淡黄色，也没有其他的金啊什么的装饰。这个香炉能用吗？能用啊，不是蛮好啊。那么大悲咒如果贴在墙上的话，后面是厨房可以吗？大悲咒什么？再讲一遍。大悲咒贴在墙上，后面是厨房。哦，不大好，如果吃素的还好一点，如果吃荤的根本不行。吃素。应该还可以，在大悲咒的后面再贴一个山水画吧。山水画。就可以了。好吧。好，如果这个家里边房间不够大，就是说才有40平左右，这能贴多少张山水画呢？一张就多贴几张可以吗？你说贴两张也可以，不要太多的，又不是糊墙纸了，脑子啊。因为这个之前梦到这里，梦到这里就是全是黑色的，所以啊，因为贴个一张两张嘛够了。一张两张就够了。好的，那么就是这个，实在没有办法，要换到那个四楼去住。这个时候，我们学佛念经应该没啥问题吧？换到四楼，我们就换到四楼了，有什么关系啊？换到四楼就死了，就是师傅开示过。开示过就是说，吉祥数字并不是四。四嘛就总是不是太好，但是问题换到四楼去嘛，又不是你一个了，你只要学佛念经的人，你换到不管换到哪里都可以啊，你换到医院里去，你学佛念经不是菩萨照样把你弄出来啊，傻的嘞。哦，对，那师父说过，欲得净土，心必须是先干净的，那就是一个道理。对呀，关门即是净土啊，闭门即是深山呐、心中有佛啊，常住在世啊，不开智慧啊，好好修经啊，好好自己忏悔啊，脑子坏掉啊，贪呐、贪人家男朋友一点东西啦，这就是你应该做的事情啊，你挨抽啊，我告诉你。真的对不起师傅，女人不能贪人家东西，忏悔了，一贪人家东西你就下贱了，听得懂吗？
弟子忏悔。那要这样的、嗯、明白了吗？嗯，明白。嗯，在请师父开示，在法国开法会的那个头一天，我们不是先去了吗？后来就接师父呢，就是头一天晚上梦到师父，师父您总是就是现实中和梦境里一样，嗯，都是做好事不留名。我梦到就是我们几个人，其实我们当时住的那个酒店那些人，那个房间就各国家的都有，新加坡的，还有这个韩国的，然后呢，大家在一起，其实当晚就梦到好像我们几个人前世就是家人那样的，然后后来就师父就来了，来了之后师父还是就是你就抱走了一个，就反正我看到你那个就是背影，您的背影，然后抱着一个孩子就走了，我就猜想是不是师父把我这个流产的孩子给抱走了，对呀、啊，师父还做好事不留名，就是这样的呀、嗯，我不知道帮了多少人了，我从来不讲的，有什么好讲的？我们就是现实当中很多人，我看他一眼，我觉得他很苦，我就给他加持，我加持了，我也不能告诉他，我跑过去每个人说，我给你们加持了，不要讲啊，人家好了嘛，你开心嘛就好了。观世音菩萨救了多少人？观世音菩萨从来跟，哎呀，你们谢谢我啊，我观世音菩萨救你们了，不讲的，听得懂吗？对，嗯，这个师傅您。您是我们的榜样，嗯，然后后来这个一出来之后，又看到就是看到一群，就是一排吧，嗯，穿着白色僧衣的年轻人，都是男的，都和尚，然后我好像还说就意识里感觉就是说里边有佛陀，我不知道这是啥意思。有佛陀还不知道啊？知道不啦？但是是一排就是穿着白色僧衣，都是年轻人。白色的僧衣啊。啊、哦、啊、哦！说里边还有佛陀啊，嗯。啊，说里边有一个年轻的男孩子，是佛陀什么的，这个。是佛陀的孩子，也就是说，是佛陀的孩子们，就是出家人的，都是佛陀的孩子。嗯、哦、啊，那这样的。出家人呀、嗯，有什么不好了？明白了吗？嗯。明白了。师傅还这几期听到师傅开始就是说关于这个爱哭的这个情况，关键就是有时候其实并不是很爱哭，可是一见到师傅之后，或者是师傅在周围的时候就实在就忍不住就好啊，爱哭的人我并不是一件坏事啊，人身上有好几个宝贝你知道吗？打嗝、嗯、掉眼泪、打喷嚏，还有就是啊，这个叫啊漏气，啊下消、嗯，过去叫下消，明白了吗？嗯。啊，都是好的，嗯、出汗都是宝贝啊。爱哭的话就是一种自然流露、嗯，一个人有慈悲心了才会哭，一个人很坚强的人，我告诉你，自己会生病的。我告诉你，没有观世音菩萨有多么大的法力，但是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这么慈悲啊？还经常哭啊？嗯，你去看、嗯、监狱里那些杀人犯有几个会哭的、哦、对，他们是不会哭。对了，他会哭他就不敢杀人了，我告诉你。嗯，那这个哭也是分要是辩证去看。对啊、嗯、哭也不是件坏事了、嗯、哭什么、嗯、看见菩萨哭了，师父看见每次看见观世音菩萨我都掉眼泪的。但关键是，知道师傅在，就是说，比如师傅在那开始，那这么就不停的就想哭，就不停的哭，这个不会有啥问题。有啥问题啊？慈悲心大发，在你的八十田中有慈悲的种子种上了，所以才会不停的哭。不停的哭的话，以后会有不停的有善根会出来的。我告诉你，什么东西都不当回事的人、嗯、我告诉你这种人没有善根的，你去看好了、嗯、倒霉也是这种人、嗯、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我跟你说了你记住了，慈悲的心啊、嗯、会得到天地感应的，就这么简单、嗯、很多人在菩萨面前一哭马上就灵啊，求了半天、嗯、觉得自己很牛，不灵啊，呵呵呵呵，嗯，明白了吗？对，明白。嗯，那师傅就近期听到有师兄问，就是说这个慈悲，他也知道别人可怜，
也是那个什么，但是他就是慈悲不起来。就我自己有一个感受，就是我平时有时候也跟他那个感觉有时候是一样的，但是我发现只要我是不停的能够有机会去发书去弘法，不停的接触这些人，不停的给他们讲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那个慈悲心是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那个时候就是你走到哪看到谁都觉得是很慈悲的。到了，这就到，这就到位了，这就到位了，就是像菩萨了。嗯，听得懂吗？可是，一旦没机会发书的时候，或者是必须得上班呀，或什么情况，这个就慢慢的就磨灭了，就没了，就可能就会出现那位师兄说的那个。知道别人也很可怜，但可怜不起来。知道想慈悲别人，但也慈悲不起来。你说一个医生，如果一个医生如果给人家动手术的医生，如果他有慈悲心的话，你说的话慈悲心好还是没慈悲心好啦？他把你当个像个猪一样的，这么左一刀右一刀，你说还是一个非常有爱心，把你当自己孩子一样在帮你看病，你说哪个好啦？嗯，当然有慈悲心好。我告诉你啊、嗯、你们都没看见过了，我看见过一张照片，对不对啊、嗯、一个护士动完手术之后，那自己躺在手术台边上自己流产了、嗯、护士没有，那个时候他也来帮忙，这就是这种照片，就是让人很感动、嗯、你记住，我告诉你，一个人没有慈悲心的人，你不要跟他交朋友。我告诉你、嗯、魔心的第一步就是没有慈悲心，不懂得感恩。你去看、嗯、不懂得感恩的人，这种人，这种孩子以后会离开父母亲的，到外面也不会受人家欢迎的。就算他成功，他也是个生意人，就知道钱财，不懂得感情、嗯、我说的对不对啊、嗯、像师父，我告诉你，我听了一个佛歌我都会掉眼泪，就这么简单。你要知道要感恩啊，我们的一切今天还能活着都是靠菩萨，都不是不一定叫你们要流泪，在心中要有感恩心就可以了嘛，对不对啊？又不是一定要流眼泪，但是你至少说你要有感恩啊，感恩啊。嗯，这个人我告诉你，离婚的人几个有感恩心的？你离婚的时候你怎么不想到，对不对啊？你老婆对你这么好的时候你怎么不想到的？你老婆做牛做马为了你十几年了，现在老了这个样子了，你把她甩了再去找小的，你这时候你感恩心，你到哪里去了？你所以这种人才不值得人家同情啊，我说对不对啊？对啊，所以你说感恩心好不好了、啊、慈悲心对不对啊？好了，对，嗯，这个感恩师傅啊，嗯，所以人你说残酷不残酷了？一头牛不停地给你耕作几十年了，把你家地耕得好了，几代人都吃不完用不完的，最后他老了你还把他杀了，还要吃他的牛皮，你吃他的牛肉，还要剥他的牛皮，还做皮鞋，你说为什么人家有些人说牛肉绝对不能吃的？不能。现在知道了不啦？你说人残酷不啦？人有良心不啦？人像畜生一样的，现在人呢，我告诉你，很多把他们罪业数数啊，罄竹难书啊，我告诉你，明白了吗？明白。好了。因为师父让我们多度人，菩萨让我们多度人，我们可以引导他们。对呀、啊，很多人真的把自己老婆也不当人的了，可以不啦？不可以。啊，昨天我说了个新闻也是的，去碰瓷，让自己孩子从车上。专门摔下来，假装摔了20多次，浑身都是骨，全部都是摔伤的骨裂、骨折，100多个伤口，头颅都缝了好几针，就是为了碰瓷。你看这种父母亲像父母亲不啦？你说末法时期，所以人家说爸爸不像爸爸，妈妈不像妈妈，孩子不像孩子的。所以现在知道孔老夫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啊。现在理解了吧？不理解，暂时太可怕了，师傅。只有观世音菩萨，只有我们行善法门能真正的保护好我们。知道没有？在我们眼里就行。知道，不要把自己心走偏了、啊，一走偏入魔呀、啊嗯，一走正就是成佛呀、啊，听不懂啊？嗯，懂了，师傅。嗯。嗯，最后还有好多同修都分享过，就是师傅，你知道，您简直是太伟大了。然后就是有一位师兄，他是当时
接到就是邮寄给他书的当天晚上，他把经书放到枕头边睡觉，他当天晚上就梦到师傅了。然后后来这位同修呢，他还就是经常也梦到师傅，然后呢，他有一次就是就是听师傅开示说，晚上睡觉了，天凉了，不要把脚放在被子外面，一定要盖好。然后他也没盖就睡了，睡了之后结果就师傅就清清楚楚的对他说，把脚盖好啊，还特别温柔，他特别特别感动，特别特别感动，而且他修完法佛台，知道吗？他修完佛台之后，他在家香总是打卷，然后还总是他前一段他是梦，他是烧小房子的时候，他居然就眼睁睁的看着他那个盘子转了三圈，这怎么回事啊，师傅？这什么？人家拿盘子呀，拿小房子呀，这还不懂啊？哦。我告诉你，师父的法身你有福气，你照样看得到。我经常讲的，香港一个老妈妈看了两个小时，会假的吗？不会假的。啊，最过去最多人看十五分钟。我的那个老徒弟周阿姨，她在念经念经呢，看见师父过来了，她冲着师父讲：“哎，师父你来看我啦。”就这样啊，很厉害的。好厉害啊！法身就这么厉害的。你们有本事不啦？好好看看啊，有本事吗？看喽。就看了师傅法身两回，然后也没有跟师傅对话。这师傅当时看到就不要对话了，看到对话你知道是你，因为你不，因为有些人还不知道是法身，以为真的呢，他才对话的。如果你知道是师傅法身来，你就不要讲话，师傅在给你加持呢，这还不懂啊？嗯，哦，看到师傅法身就是师傅就加持了。对啦，就不要讲话了。嗯。哦，明白了。因为你看见法身讲话的话，全部从心灵当中讲话的，用不着从嘴巴里的。所以有些人弟子经常跟人家说，你去跟卢台长讲，卢台长都知道了，他都看得到的。你去跟他讲，他就跟我们弟子这么讲，我们弟子跑过来跟我讲，那有的人嘛是我知道他是谁呀、啊。前世跟我的关系啊，但是有些人也这么讲、我看了半天没看到嘛。那师傅就是还有呢，就是如果看到师傅法身的时候，我们除了好好的集中精力狂念经，然后就是说那当时要是有什么疑问能想吗？有疑问当然可以想了。师傅们就是帮助大家来的、好啦，小丫头，我看还有几个重要的问题，我师傅对不起。快点。然后对，我们上次设佛台之前，我梦到一个，本来是像重修，那个像那法会那样的。然后呢，这个重修呢，他带着一个小姑娘就跳楼了。然后第二天我设佛台的时候，我很惊讶，我看到那个设佛台的这个人，他的那个就是外甥女吧。他那个头型就跟那个跟我梦里边那个跳楼的那个同修的头型一样，他原来不是这样的头型，他突然剪了这样的头型。现在知道了。然后呢，他这个鬼魂上升了，鬼魂上升了。对，师傅还有呢，他那个他佛台就是给他，就等于给他小姨设的佛台吧。然后他这个小姨家的先生，就是他姨父，是跳不小心就是从楼上坠下来的。然后后来当天我还听说，就是梦到这个同修嘛。就是发型一样的，他那个父亲也是这样，就从楼上掉下来的。知道吗？报仇，报他们一家之仇，每一个人都叫他们跳下来。过去有的，有一个人呢，家里一家子全是淹死的，因为他们家里过去家族把人家都害的都是淹死的，冤冤相报，没话讲。他们应该死怎么样？再加强经文和小房子呢？拼命的念啊！拼命的念，拼命的念啊！嗯，什么办法了？他这个就是设佛台这个人，他上次拼命的念了，他也念，他也很精进，但是他还是肯定有一些那个什么，他梦到他先生就是去世的先生来了，他还跟他先生说谁欠他那个钱怎么样，他先生也没吭声就走了，他当时什么还在树上，那师傅给他这个梦吧，让他以后更精进。好努力啦。我告诉你，冤冤相报何时了？梦见过世的人，全部都要念经，
我告诉你，还好有个小房子，没个小房子你怎么办呢？你怎么超度啊？你自己有什么本事可以超度亲人呢？有的人还把自己亲人超度到天上去，你做得到吗？这个还不好好感恩观世音菩萨了，对不对啊？嗯，对，咱靠菩萨加持。好。师傅还有个同学呢，就问他是说，他念经的时候从1分钟左右，突然就觉得自己是一个陌生人，他就等于是用陌生人的眼光打量周围，他觉得好像是初次这样看似的，然后他这个是不是叫魂魄离身呢？这个就是魂魄离身了，嗯。那他这个情况要加强多少小房子？好好念了，有的念了。嗯。嗯。小房子一直要念，自己不要走偏差，跟着新师傅学就跟着师傅学，不要东看看西看看，很多人们看出事情来的，不该看的不能看的，听得懂吗？听得懂。好了。嗯，师傅那个好多都是现在给师傅念的小房子，曾经我们都以为应该是放到法会上或者是怎么样，自己不能烧的。那后来有听说这个很多同学都自己在家里就给师傅建了小房子。这样可以吗？最好不要自己烧。嗯。哦，对。嗯，因为你们的小房子的质量，你们给师傅的时候，师傅手会捏一下，然后我会加持一下的。因为有些人质量不是太好的，你自己烧下去，万一给师傅烧出毛病出来，你们自己承担不起的。对，那就希望在广播中听到的同学们都注意这个问题。不要乱来。嗯。我告诉你，你现在乱烧小房子的话，会给师傅造成很大的压力的，不好的。嗯，你们的小房子，有的人念得好，有的念得不好，有的人虽然发心很好，但是嘴上念了缺，人家说缺少经文呐、啊，缺少字啊，菩萨，师傅在拿到你们小房子，我自己烧的之前，我都会加持的，否则的话，我怎么敢用你们的小房子啊？开玩笑了。对。那请那个广播里听众们都注意这个事儿，一定要把这个小房子最好送到法会上去。嗯。说自己去不了，可以让同修转到法会上去。对呀、啊啊，小房子没问题的。千万不要给自己烧小房子了，嗯，给师傅烧小房子了。好吗？嗯。嗯，好的。那师傅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那个小房子，现在有的人剪了那个脚，就是两个脚嘛。也都是剪了，剪了之后他应该是就是只剪两个脚就行了，千万别把那小房子的边剪掉，是这样的吧？对对对，剪两个脚没关系的，因为两个脚剪掉就像个房子的样，过去就是这样用的，嗯，因为天上过去的小房子都是这样的，嗯。天上的小房子，对，那剪了之后就特别那个感觉，看着也特别好。都一样，都一样，一个嘛懒一点。嗯，那是我就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同学拜托很长时间了，就是想问他往生的父母，他不给他们念过小房子了，他也没有好好梦到过，那也图腾没给他打通，那他这个情况下是继续念呢？他给他父母们念了大概100多张吧。做梦做不到的话嘛，就问问周围的亲戚有没有做到，实在没有做到的话就不要念了。嗯，一般念100多章，他一定会显化的。如果在下面的话，说不定早就投胎了，有的嘛早就上天了，他也不来了。嗯。嗯。好吗？还有是好的，就是如果是现在就是有的师兄那个油灯嘛，可能有些热，他就是在第一次上香的时候呢，就把后来上完香拜好就拜就关了几盏油灯。在这个时候，比如说他要是不可以上，绝对不可以，这个闯大祸的。啊，你上香之后，你把油灯灭掉，你这不赶菩萨走啊？哎，哦，开玩笑了，不可以的。你可以香上完之后磕完头，你离开把所有的油灯关掉、哦、都可以。哦，这个都关掉可以。对啊，你这个这么多这么啊、油灯，你油灯的话，你不能什么关几盏留一盏的，你要闯大祸的。这个他家里会有人残疾的。那博客上当时问了之后，博客上先回复说可以。那就是他们写回的呀，他们就是回答博客的那个孩子出事了呀，他乱写呀。哎呀，所以他自己不弄了，他就闯祸了呀。所以我、哦、你这个事情你们不提出来的话，博客上回答的问题不一定100%准的，都是他们我的弟子回答的，而且这个弟子
这要看他自己修为好不好的，他有时候他不是全面都懂的，他基本上有些东西是因为他跟师父学了很多年了，但是这个东西都没经过我批的，听得懂吗？听懂了。哎呀，哦，闯祸的要闯祸的，他家里要有人骨折的或者出车祸的。那需要忏悔礼佛忏悔多少遍？叫他应该叫我们东方台那个忏悔哦。我不知道是谁回复的。我知道，你们不知道，我知道，我会叫他忏悔的。你们没关系的，你们赶快以后不要这么做就可以了。还好你，要问的，以后这种事情全部要问。你们打进电话来，不要问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替众生问问。像你这样就对的，听不懂啊？对。好了。嗯。还有师傅，那当时上香，比如说五点钟上香吧。你在六点钟再上一次香的时候，那个香还没有完全就是燃完，还有比较长，那还可以再上一次香吗？可以，完全可以的。哦，那明白。那感恩师傅。你可以不上香也可以，因为香还在。你再点灯，你记住，只要点油灯就是把菩萨请过来。你拜完了，你不在佛台前，你香可以烧。但是呢，油灯必须要关掉。明白吗？明白。但是你出去一会儿功夫没关系，就是在家里啊，走到另外一个房间啊，做点事啊，把油灯亮着，你待会儿还过来念经，这都没关系。但是如果你出门，怎么必须把油灯关掉？听不懂啊？这个知道，师傅。好了。就是工作人员，就是很多时候都愿意。就一直开着油灯，一直不上着香，不可以的。念经，然后再念经，对啊，念经油灯开着都对的，菩萨在嘛，都可以的。就是到六点，不是师傅说六点钟，要是定好的时候，我就平常每天都六点钟上香这个时间，这个是主要的这个上香时间。都可以。那么这个时候再上一支，这叫续香，没问题的。好了。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太感恩了。好了，给耽误我们，就是这样。再见。希望师傅加入我们法会圆满去参加，感恩你。好，再见。再见，师傅。没问题。所以你看，我就跟你们讲了，你不问好了，不问你就背业了。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